我们来看索尼 Workman FX483， 有轻微的腐蚀。这款机器和前面的 FK2 EK1 是属于同样的机器，还有404 EX04 这些机器都是一个系列的，圆圆的球状的，非常拿在手里是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就可惜这台机器的成色是比较差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放入2.5号电池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menu 菜单键，可以选择的选项是比较多的，一个模式，播放模式，我们可以 AB 自动播放，一面停止后，然后这是无线播放，这是磁带选择器，金属带，普通带，自动音量保护，声音，重低音，特重低音，这是 FM 模式下的单声道与立体声的切换。然后我们这磨的都已经没有字了，这是调节，收音机的调节，播放，停止，前进，后退，收音机的开，87.5，这肯定是能上到108的，对。然后剩下这12345，这是存台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侧面，一个线控接口，一个音量电位器，一个锁定键，一个开仓键，它外接三伏电源可以，一个皮带夹。还是老样子的罗技机芯，这款机芯是非常皮实耐用的，故障率也是非常低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拆掉两颗螺丝，然后把电池取出来，我们可以摁一下往外掰，然后把里边的卡子推一下，这里边有三个卡子，稍微推一下，然后我们推住用劲儿掰，我们就可以出奇迹，双排线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用的是一块三洋的4585，东芝的2104，还有一个是这是无刷电机的控制器。我们把这一颗螺丝拧开，然后我们把磁带排线，磁头排线，我们把磁头排线取掉。我们把这个线撕掉以后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还可以，这个主板还可以通用哪些机器。483FX483，这标了个红点，现在是483，有485、487，下边就是版本号，就是支持哪个国家的收音机制式。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往起翻，这两个排线不用取，然后无刷电机的排线也是不需要取的。然后我们把它往起一翻，哇，皮带已经断了。然后我们小心的把皮带全部取出，因为皮带已经老化发粘，这个最好不要弄到手上。然后看电路板上还有一块，我们把它一起取下，这儿我们一会儿要清洗一下。然后现在就是把电极皮带槽上的取下，裹了好几层，因为有可能是我开机刚才点播放的那一次，也有可能是很早以前就有人点过播放，直接卷在一起了。然后我们拿镊子清除，大致清除一下，
留有少量的，我们要用棉签先擦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用刷子刷。索尼后期的这些档次比较低的机器，也是这个算应该算是一个中档机器，罗技电路的中档机器，电机全是无刷的，也非常不错，这一点是非常不错。好，我们把轴上好好刷一下。它这款机器机芯的逻辑构造来源于很早以前的高档机，就像一些非常大的窗机，那叫，我找一下，叫 GX 的，就是这样 RX707， 像这种机器，这种大压带轮的，它的逻辑机构跟这个走带机构是非常一样的，应该是一样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，它的逻辑方式是一样的，靠模式开关来确定我们在工作的状态。好，刷完了，我们现在放皮带，皮带是我选的是对折83 0.7， 原装是 0.6， 我这个需要调一下速度。好，这样就装好了，我们把它直接扣上。模式开关放好了，负极，然后主板的卡子上螺丝，把磁头排线安装，然后我们是先来调速。我们先把手机软件打开，手机开进来，然后播放。像电位器有杂音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点酒精、无水乙醇来清洗一下。无水乙醇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弄在有漆的外壳上，它会使外壳掉色。当然了，这个里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我们滴洗板水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洗板水的话不能滴到塑料上。现在看见速度以后，我们要把它调节一下。调节速度是在这个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附近找，这一颗大的电位器。好，我们调到1000赫兹，
磁带翻个面试一下。好，现在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可以把耳机拔掉。我们可以来看走带的逻辑，而且它这里全部都已经标好了电路板上 REWFF 这两个是前进， RVS 跟这个 FWD 这是播放的位置，比如说我们翻一下带是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我们再翻回来，然后我们看前进后退，按一下前进，是后退，按一下前进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机器装起来，这样就结束了。速度调完，皮带换完，剩下就是我们要用耳朵听一下有没有颤音。当然了，它的抖放率你可以拿软件去测一下，但是无非就是测一下。你要想真的听出有问题，那已经是很容易就可以听出了。找个磁带。看一下它的声音有些发乌，我们来把磁头清理一下。无水乙醇或者洗板水都可以。